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中共啊，突然宣布在台湾的周边啊，要展开两天的军演，从今天开始到明天。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全部都部署在台湾周边的海域，来的又急又快，两天的军演。请问这意味着什么呢？敦促这个大陆国民党，你呀、好好交办王沪宁给你们在立院的任务吧。国共没有料到啊，这次立院会被严重拖延，所以中共出来催你们了，完全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军演嘛。顺便教训一下赖清德就职总统一事。昨天中共各大媒体也转发了，必将统一台湾，附上五星旗的台湾，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基本上啊，中国各大小的艺人啊都转发了，而台湾艺人呢、目前只有侯佩岑、欧阳娜娜，我觉得他应该不算是了哈。他转发并且也支持台湾要被中共统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就是侯佩岑发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中国艺人啊，像是王一博啊、肖战啊，对吧？迪丽热巴，这些通通都跟侯佩岑一样转发一样的东西。那下面的小粉红对于今天的军演表达什么呢？包围起来，盛好，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围剿台独，解放台湾，祖国必将统一。妨碍中国统一之人，必将自掘坟墓，对吧？围点打援，还可以更近一些，圈子还可以更小一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哦，环台湾岛。那有一个反串的，他就说啊，有一说一，他们心态是真好，真的这么相信中共不会突然掉一发或是偏离吗？老这么军演，台湾会怕吗？又是包围式打法。然后还有人呛说，请开直播，因为前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中共自己做动画并没有直播，结果那个动画一出来，日本就说，哎，你炸到我日本海域。而大家知道吗？国民党也会动员他的人，明天呐、跟我们一起在青岛东或是济南路那边。如果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好，明天在青岛东路啊，我们会上去谴责。那请问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会去谴责中共现在对台湾正在军演？而现在台湾就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这些想让台湾变成台湾人的台湾，却百般的被国共联手给阻拦，多年非常的辛苦，前进三步，倒退两步，前进两步，可能又倒退四步，维持现状也是台独，好不好？不然1949年是打台独吗？请问古宁头战役跟823炮战是因为国民党想要把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利用宪法修改为台湾国吗？不是嘛，他打谁？打中华民国，打谁？打你。为什么打你？因为你是整个法统继承的正统，大清皇帝传给你，我们的存在让他如鲠在喉，我们的存在就如南宋，我们的存在就如当时被大明驱离中原的蒙古帝国，而蒙古帝国还存在，所以大明从朱元璋、朱棣一直到他的儿孙朱祁钰、朱祁镇，通通都想要消灭蒙古帝国。而每当中共军演或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时候，大陆国民党却屡次跟中共口径一致的呛台湾政府。上上个月夏立言，上个月马英九、傅昆萁回去他们的祖国时，也被中共官员当面告诉他们要联合反统，也被中共官员当面说啊，我们要一起反独促统。你们也表示同意，你们也说对，我们要共同的反台独。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不对？所以你去那边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官员或是任何身份去，对吧？那他要反独促统，是不是在反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他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后你在人家的地盘上跟人家一起说促统，你在开我玩笑吗？你说我这个促统就是把台湾跟所谓的大陆地区统一成为一个国家。当然你可以借口的冠冕堂皇回来对我们台湾人说，哎，我说的是中华民国反统回去，你说呢？促统啊，你也答应中共的促统啊，那就是中华民国要回去促统，对吧？你有做到吗？请问中共这个枪杆子的政权，你要用什么方式统回去？英美法怎么不用民主的方式反统希特勒回去？香港我们当初以为可以让它从自由变成有民主，结果反而被烂泥的中共给吞噬掉了。我们台湾在中国旁边民主化多久了？30年左右，它越来越民主了吗？不好意思，他越来越毛泽东。我们台派说啊，当中共武力犯台的时候，我们会跟岳飞、圣女贞德一样站出来，结果被你们讪笑。对，
你们认为我们台湾啊连守都守不住，但你却痴人说梦的要反统回去，不然你说了促统，请问你到底要怎么促统回去啦？跟大家说明一下嘛，怎么让中华民国在大陆取得政权，首都回北京或是回南京，你说出来你的策略嘛。如果你没有从文的从武的准备要反统回大陆地区，那请问是不是你认同中共的反独促统，不就是推进中共统一台湾吗？希望大家明天可以站出来，中共在外面军演炸鱼恐吓台湾人，大陆国民党在这边内部搞乱，内忧外患，大家站出来，青岛东路明天见。以前我们还可以善笑中共口嗨不敢打台湾，但是去年我从习近平三连任以来啊，包含我昨天的影片，不时的多次强调习近平这一任期跟下一任期的任务细节脉络实际案例，我这里不赘述他的第一任期、第二任期、第三任期，甚至可能的第四任期分别做了些什么事情，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可以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这里不赘述。简单来说，第三任期甚至过渡到的第四任期都是对台的武统，对台的权力统战，而国民党直接放弃抵抗，想从文的被统，因为从文的被统就不用武统，我们可以保命，如果打来中共是不会管你是不是国民党员的，对吧？所以国民党他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要让台湾从内部扰乱，要瓦解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善笑台湾人啊，你抵抗就是玩命，一直推出这种逻辑，一直推出以美论。傅昆萁也放话说要让赖清德无人可用，这是你一个本国国民应该讲出来的话吗？请问美国或是正常的民主国家，他们会说我要让你政府官员无人可用，金国人对宋国才会这样讲吧？而且你还想让我们的预算不够，没办法花在提高中共打台湾的成本上，对吧？要提高那就要加税，那加税那当然台湾人又会不爽。反正你玩的任何招数跟政策套路你没有代价，当然中共答应你们的条件啊，无非就是什么啊 OK 啊，我答应你们啊，同意之后啊，让国民党啊像这个香港的建制派那样，台湾给你们管啊，但是啊不能冲突到我母国的法律。不好意思啊，你们国民党是历史仇人，可能前面几年会这样子给你们玩，后面开始中国移民过来把你们国民党替换掉，太换掉换你们国民党内部被洗血统，当然你们现在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共产党说现在要跟你们合作，目的就是消灭你。共产党的经典名句就是我可以妥协为了现在的合作，就是要消灭你。哪个共产党没有在黄埔军校过？哪个共产党员曾经不是国民党党员过？你们四九年之前的祖辈哪一个不是被这样搞死？一直说什么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我们要记起祖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你有吗？为什么外商协会等等这些团体不看好你们准备二读或三读的法案？当然了、啊，你们在玩资讯差，法条的网络上很多律师啊，网络上很多这个不同业界的人呐、啊，还有这个市议员啊，都讲得非常清楚。我这里就不再赘述法条了。当然，你们信誓旦旦的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你是想把台湾经济搞得跟香港一样是吧？香港就是反送中嘛，国安法嘛，二十三条法之后。一直往下滑嘛，经济地位被新加坡取代。你香港一旦失去经济地位，中共等于失去他的白手套。失去白手套的前提之下，香港就要沦为跟所谓的大陆地区一样的内陆城市，他以后没有任何的优势在。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反送中条例当时一出来，香港很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非常多的民间团体也是出来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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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到后面没有办法了。全民才出来抗议，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对吧？我记得好像从三月开始抗议，然后到七月才正式爆发大游行，酝酿了多久？香港政府跟很多小粉红，甚至舔共的国民党派说什么？你们只要不犯法，就不怕被送终了。跟你们现在说的一样啊，只要有关政府人员啊、相关社会人士啊等民间企业团体相关的个人啊，不要说谎，不要不提供资料，你就没事了。说得很美，大家也都知道我不犯法我就没事了。香港人也知道他们不犯法就不会被送终，但为什么他们要上街抗议？因为执行法律的人跟立法的政党他们不信任。我们现在也是，当时你们的一些国民党员要上节目呛香港人暴徒，只要不犯罪就不怕送终，你臭西郎啊！我们上街抗议的人不是爱说谎、欸，是不信任你们国众两党立的法案与执行的后果。请问谁可以制衡你们的权利？当然你们不要跟我说什么民进党以前有提过二读了吗？三读了吗？不要跟我玩这招，不要跟我玩资讯差。谁可以制衡你们的权利？我想只有中共了吧。明天青岛东路站出来，
让中共跟他的代理人看见，台湾人不怕你的恐吓跟威胁。周二，国民党立委全副武装，陈玉珍也呛，只要你们民进党不要碰我，就没事了，你们就不会受伤了。没错，你说的很好，但这句话你不曾对中共讲过。你敢碰台湾，你敢对台宣战，你试试看。我们是一个与你不同的主权独立国家，你不要碰我就不会受伤了。连你陈云珍都知道要买装备穿在身上保护自己，结果你们国民党多数党团在立院的时候几乎都在阻止我们国防跟军事发展，以及深化对美日的外交。如果你们天生就是欺软怕硬，那我们只好比你们更硬。明天青岛登陆，大家站出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嫌弃一定要帮我封锁。我是八九，明天见，拜。